好，我找到了，在这个金鸿商场的四楼 ，CGV 营业。哎，先看一下。然后门前有这个卡因跟路西德，他们这次只有30个人。有时候好像收到消息，我不知道那些人来齐没有。然后先这个路西德。我见过线下好多次。啊，房间是双裸，双裸我记得就是18周年，啊不，18年还是17年，那一次网吧活动我也见到。然后不是还有个阴阳师跟灵魂艺人，那个谁，卡因吗？对，就这个地方呀。没多少了，找不到，等会应该是进去包场。我先看这么多，外边的话，我看一下外边。行了。好，先看到这里，等会儿1点多，1点多活动开始，再录，哎呀，很耗电，现在。